各位同志，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浙江省基层党建名师董国富。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大，今天讲第七讲，主要讲一讲外媒对二十大报告的看法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今年的情况稍稍有点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吧。第一是新闻以追逐热点为动能，有热点就会有新闻工作者趋之若鹜。当下国际热点主要还是俄乌冲突、俄罗斯、俄美关系、日本经济危机、英国首相辞职，而经过了十八大以来的10年全面从严治党，中国令人感兴趣的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少了，新闻媒体人的欲望低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受疫情和疫情管控的影响，到大陆来访问，不方便了。受到大陆疫情严格防控的政策影响，有一位华人媒体人在新加坡发表文章，认为不少学者点评二十大报告是波澜不惊，说白了就是内容平淡，出现的金句也不比过去吸睛。二十大报告全文虽然比十九大报告略长一些，亮出的新概念相对却比较少。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作为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体会，现分享如下。第一，看清二十大报告的总基调。以我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感受这次报告，认为二十大报告的总基调是平稳、大气、宁静。关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港澳台等相关问题的阐述都非常的合适、适度、适中，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想，不左不右，无过无不及，这样一个原则在报告中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作为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和认同这样一种基调。这个基调好，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中国的各项工作有益。第二，二十大报告基调的背景、目的和价值。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了，也不简单是中国的事情了，而是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不仅要让全国人民安心放心，也要让全世界人民安心放心。因此在内政外交的表述上做到精准平和比较好，而不是为了心而心，更不能耸人听闻。关于这一点呢，我谈以下几点看法。第一点，当下国际背景是格局大调整，利益大调整。当下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有四个，就是疫情问题、经济问题、俄乌冲突问题，还有中美关系问题。疫情大范围的流行给全世界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经济由于疫情、俄乌冲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美国经济过热的原因，已经开始处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边缘。当下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造成的经济危机呼之欲出。美国领导世界力不从心，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开始受到严重的冲击，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国际社会有点乱。
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国际社会够乱。针对这个大背景，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稳。中国稳住阵脚，就是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稳中求进，稳中有进，必将是今后的主导思想。为此，二十大报告的平稳是和国际背景以及党中央的应对思路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稳是对的，风高浪急，我自岿然不动。第二点看法，对外政策和台海论述涉及到人民的心安问题。当下中国人民最关心的还是中美关系，还是中俄关系，还是乌克兰战争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深度影响，以及中央高层的应变应付的办法和对策。我读这个报告感到最满意的就是第十三部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还有就是第十四部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企业是不是投资，人民是不是安居乐业，人是不是定居置业，很多时候是和周围的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是有关的。如果战端一起，哪里还有心思买房子买地，哪里还有心思开办企业。在纷繁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也不是没有外部的风险因素，人们有点担心，有些担心也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中国成为第二个俄罗斯，台湾成为第二个乌克兰，那可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次二十大报告，党中央给大陆人民一个定心丸，给台湾人民一个定心丸，给港澳人民一个定心丸，也给日本、新加坡、南朝鲜等周边的亚洲邻居一个定心丸。请大家放心，中国走的路是和平发展的路，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胜。这些庄严的承诺掷地有声，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表述啊，非常的到位，非常的透彻。第三个问题我谈一谈，安全问题首当其冲。由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内经济形势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种挑战纷至沓来，有的还比较严重，比较严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必须为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做好准备。居安思危这种防范思想是非常准确和重要的。为此，二十大特别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等。二大报告全文中共26次提到了国家安全，远超19大报告中的18次，安全或平安一共出现了89次，而19大报告中只有55次。以安全为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安全啊，又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对人家的安全构成威胁，第二个是有能力保卫和维护自己的安全。中国要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我们不是靠欺诈和掠夺，而是靠治理工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定会不断地向前推动，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我们一个伟大的志向。以设法破解中西方互相怀疑、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迫在眉睫，我
我们会努力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二大已经闭会了，从国际主流媒体看，对大会及大会报告进行极力攻击的基本没有，我们的诚恳和善意应该可以慢慢地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我们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是一个充满友善的大国，是一个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的大国。